彤彤，迎接暑假到来，台湾回20年，终于又有直飞泰国普吉岛的航班了。原本去普吉岛都还要先到曼谷转机，必须花上至少7小时，而现在只需要4个多小时就能够抵达，省下至少一半的转机时间。这个夏天就让我们一起前进到普吉岛去。出海玩小岛喽，搭上古帆船来去探险，享受乘风破浪。现在坐在这个船头啊，欣赏这个美景，我真的是整个烦恼都忘记了。那刚刚其实那个船长也有说，其实我们现在正在前往这个攀崖湾。泰国普吉岛最有名的景点之一就是攀崖湾，总共有42个大小岛屿坐落在这里，2个小时的船程真的好惬意，好舒服哎。好，我刚刚费尽千辛万苦终于上船了，因为是从帆船上直接踩上这个独木舟啦，所以有一点点晃。这个风景超漂亮的，你看我背后这个很像那种中国桂林的那种感觉。没错没错，攀崖湾也被称作泰国小桂林，因为这里有超多石灰岩小岛，进入各个洞穴，柳暗花明又一村。其实这一带攀崖湾他们是有很多就是这种奇奇怪怪的洞窟，然后都可以去钻去探险。哇，黑漆漆的洞窟好像在玩太空山，越来越窄了啊，越来越窄，哇，你看这个超窄，这个随时你就会撞上那个峭壁。哦，我看到前面的船夫已经躺下来了。哇，这里也太塞船了吧！这里是什么独木舟聚会吗？真的是太糗了啦，好多人都直接躺着耍废。Hello， 好凉哦！超冰超凉的海水，这座神秘的攀崖湾还隐藏超多的惊喜。真的是吓死我了，有些洞窟居然要躺着才能够穿过去，但还有更可怕的。哎，这下有什么？夹一个滑水，对不对？对。哎呦，哎，这个海水好咸哦 ！Oh my god！ 哎，我真没想到，我居然已经在，应该是大海吧？攀崖湾，我居然在大海里面游泳，哎，好累啊！我刚刚还动没几下，我就觉得好累哦，我这样好累。就是忍到呼吸一下下。哎，我真的没有体验过从海中间那样飘下来，才游不到5分钟，体力就消耗殆尽，我想上岸了啦。上还是少不了阳光、沙滩、比基尼，想要轻松玩普吉岛，来全包式度假村，吃喝玩乐一次满足。哦，玩完水好累哦，一定要赶快来补充水分。那这一杯缤纷的饮料，好想再来一杯。那我们就来带你去看看，哎，这个免费的吧还可以带给我们什么惊喜 ？We can make mostly nearly everything like the classic cocktail. We can make mostly everything.And also for the non-alcohol drinker, we can also make like the fresh juice, the soft drinks, and the mocktails also, yeah. Like the pineapple juice, apple juice, orange juice, yeah. 好不好？啊，这一杯是哇，里面有加薄荷叶，然后还有一片柠檬在这边。这个应该是柠檬薄荷饮。我刚刚其实没有听懂他太在说什么。就已经人山人海，然后我们请这位漂亮的小姐姐，哎，她从韩国来的，안녕하세요，안녕하세요，
来跟我们介绍一下有什么好吃的。跟着度假村导览人员探索 buffet 主题餐厅，除了泰式，还有日式、韩式和印度料理，每天变换不同的菜色，真的不会吃腻耶。吃饱喝足，再去度假村一旁的海滩踏踏水，捡捡贝壳，缓慢的步调让人全身心都放松。鞋子掉了。漫步在夕阳西下的沙滩，看着这个落日缓缓的下降，真的是超级浪漫的。但是知道不止这样，其实越夜越美丽。真的是越玩越嗨，就算肢体超不协调，还是玩得超开心。好像有几百支仙女棒在身边飞舞，整个点亮了普吉岛的黑夜。而且泰国人真的太热情啦，一不小心我也被拉上去表演。太野的肌肉还被团团这样包围住，真的是吓到我！而且他们的热情真的比这样子的火焰还要的热情哎，我真的是整个人热血沸腾了起来。那这样子的体验，你是不是也想要来试试看呢？那主播豆豆，我们下次见。